所以在这个口诀里面，它只降了这两个。你还有考虑有没有降 A 有没有？我有没有啊 ？A 有没有降啊？没有啊。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调 ？B flat， 对了。所以你要把这两个号码先写出来，这个降一个 C 跟咪哈 ，C 的话在这里。把这个功课完成的话，它就是一个 B flat 调，对吗？这样死背。有没有人搞不清楚的？你的答案是不是跟我黑板上一模一样？对，可是从两个 flat 要到 B flat， 那个要死背。是一样吗？没问题哈。好，第二题。第二题是什么？大家觉得第二题是什么 ？F 大调，为什么原因呢？只有一个降 C， 然后它有没有降？有没有降别的？它的 E 没有降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整首歌只降了一个啊，所以它是个 F 大调，有没有问题？第三题哦，它是一个低音谱记号哦，低音谱记号。第三题大家觉得是个什么调？ C 调。C 大调，什么原因？没有升没有降。阿们，感谢主哈，大家都同意啊。好，第四题是比较难的。第四题我们需要 analysis。 你看我把这擦掉咯，黑板上我换一个。第四题大家要想一想，觉得啊，对啊，低音谱记号啊，大家觉得应该会是一个什么调？低呀，D 是哆。第四题是比较难的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它是首先它是一个二四拍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二四拍，然后它是拉跟拉的拉。第一小节。然后呢之后是 F 跟这个啊哦对是这个吗？我们画错 OK， 然后是最后一个是这个哈，好，大家看一下哈，然后我们要看看它的这个升号到底是升在哪里哈。这个是第一个是升什么？红笔，低音谱记号哦。第一个升在什么地方？啊？C 哈 ，C 声，所以这是 C 声。然后这个嘞，发声，对不对？第三个呢，拉声。然后嘞，又是一个 F 声，对不对 ？F 声的跟它一样 ，repeat，OK、okay。那这个嘞 ，D is a dog， 对不对 ？D 声。那这个呢又是一个发声，所以呢在声号里面它的口诀是什么？是发哆嗦瑞拉咪，对不对？就是发哆嗦瑞拉
咪的话就一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有发，发有声，然后它的 C 也有声。鸡呢？鸡在哪里？有鸡吗？没写出来啊、哦。然后 D 呢？它也有声，后面就没了。A 呢 ？A 也有声。哦，所以它就横跨到这个范围里面。还有一，你看看有没有一？有一啊。啊，没有一，有一但是没声，有一哎，有一，是不是有一啊？有一，一在这里，但一没声，一没声呢，它没有在这个范围里啊，它的范围还是在 F C G D A 里面，它有没有鸡啊？没有鸡啊，没有鸡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四个声，但它在这个范围里，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什么调 ？A B C D 的 B，B is a boy，OK，、okay?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 B 大调。B 大调的话，它就是有四个声，所以就是声发哆嗦瑞拉，发哆嗦瑞拉，应该是发哆嗦瑞拉。所以你这个虽然没有 G。但是它还是有，它的这个这边的这个里面啊，还是应该要写五个，因为它是在这个范围里面，这样大家明白吗？所以这边的答案应该是什么？发、哆、嗦、瑞。已经四个啊，拉、发哆嗦瑞拉，发哆嗦瑞拉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这答案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？哎，老师是不是可以不用看那么多？就是一旦看到有拉出来，然后后面的一没有，直接就是 B。其他都不看了，就只有五个，五个字，五个事儿。但是你整首歌还是要整首歌能够看完有什么？哦，你一下子看不到 A 嘛 ，A 是后面才看到。而且你看，你可能会因为没有鸡，你以为它只有四个声号，哦，对不对？我就一个诺的鸡，因为有 A 了，我就不 care。对，但是如果只有四个声号的话，你会误以为。这边应该只有四个声号，那调的答案就不对了，是不是？就看这 A 声，它的音随定到这个是。对，它是有，就是有。A 没有一，没有一声 A 没有声一，没有声一，那就知道就是那个 B。B 大调，对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它里面因为没有 G， 是这个，所以很容易会让人误以为是，很容易会让人误以为是只有四个声号的一个调。而不是五个声号的调，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题目很 tricky 啊？可是这样大家能明白吗？考试的时候就看出来你到底明白多少了。所以为什么口诀这么重要？这就是跟口诀还是有关系哦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一题呢？G 大调、哦、看出来了，有没有人不同意的？因为它只有一个声号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如果说再下一个声号 G 那个什么，再下一个声号应该是 C， 但是它这边有 C， 但 C 并没有声，所以它是一个 G 大调。哦、好，到了三十七页喽，我要讲三十七页喽。三十七页是一个六八拍子的记号、哦、其实在讲三十七页之前应该要把上次没有讲的手调唱名法稍微 practice 一下，但是 OK 我们先把三十七讲完好了。一样的，三十七页它是一个六八拍子，跟平常我们所看到的四四拍三四拍会不一样、哦、那六八拍子它的不同在哪里呢？它因为每一个小节内有六拍，以八分音符作为一拍，
所以他打拍折寿是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所以他六八拍子或是任何八分音符为底数的话，就是以八分音符为一拍，每一个小节是六拍，好，那所以你看他的下列的小节都是正确的，这个在这三十七页的倒数第二行，他打拍子的时候是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所以你打拍子的练习 ，again 再来一次，我们一起打一下哈，一二三四五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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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。好像还是有人没打，或者是没有搞清楚状况的哈。我们需要全部人到，我要确保你懂哦。再来是，一二三四五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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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必须会，不然你等于是没有搞清楚我们在上什么课哈。再来一遍哈，一二三四五六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。这个等于数了出来。但是我打掉就他会打错。所以觉得，你说你这个等于是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对呀、啊，不是要你要，可是地方要停。对，他就是有这个小音符的时候，哒哒哒。OK， 知道了。有没有人没搞清楚的？六八拍、哦、跟四四拍、六分以八分音符为一拍、哦、那其实他在三十七页最后一行，他那个小节就不正确了。为什么呢？大家为什么觉得他是小节不正确呢？哪一个都不太正确，因为它应该是六八拍，以八分音符为一拍，然后一开始进来它就是四分音符了，四分音符，然后它下面的那个小节切换就不对了。第二，尤其是第二个四分音符，它应该是三跟四都在同一个小节里面，对不对？就没有啊，它把它切开来了，所以这个就不对了，整个这个是错误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教材哈、哦，教材66-2，教材哦，66-2，哦，它是一首十字架都看到了吗？这个是一个六八拍的。一个六八拍的歌，十字架是一个传统圣诗，对不对？传统圣诗，你看它这个谱子呢，它就是有女高音，有女低音，有男高音，也有男低音的。然后它是一个六八拍的，所以你打拍子的时候变成是什么？它第一小节第一个音是个四分音符，四分音符应该打几拍啊？两拍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一个八分音符是一拍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三拍了。然后再四分之一符两拍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一个半拍，所以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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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是类似这样的，所以唱起来也是 OK。唱的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再来试一次哈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
一二三四五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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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到这儿停。有没有人不明白的？你打的拍子就是你唱的，所以你看听起来就是。唱的这个唱名呢，它如果是在女高音、哦、就是女高音的这个，你在高音谱记号上面看到有两个音，对不对？第一个音是在这个拉的上面，然后第二个音是在 F 的上面，对不对？那因为它是一个 F 调，因为它只有一个降号，是不是？一个降号是 F 调，所以 F 是唱多的，在首调唱名法上面。所以为什么说女高音她唱她这个拉一开始第一个音是唱什么？唱咪的。所以唱起来，你如果只看女高音的部分，咪发咪咪哆啦啦，嗦哆哆咪咪咪咪发咪咪哆啦啦，嗦。女低音第一个音是哆，因为它是发，所以女低音听起来是哆哆哆哆，哆哆哆西啦啦发，嗦嗦嗦哆哆西，哆哆哆西啦啦啦发，咪嗦。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这个就是四步诗班，我们就是在训练大家，就是在读谱子，这就是我们在唱的东西。哦、所以整个 trick 这个去看谱的话，如果最后一个的 B， 这个是 B 在那个那、这个法，它这个音都是法。如果那个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你不明白我刚才。没有吧，它不是这个，它这个，这个的话，第几小节哪一个音？没有，全部，这个 B 嘛、哦，这个、嗯、这个降号在这里嘛，对，这一行的读法，唱法，这一行的唱，这个音的唱法，你跟首调唱名法没有什么区别，没差别，但是快一点，不用数，就是说你这个唱法你可以退了嘛，从这个就这个发，然后这个是咪，这个 re， 这个哆。哦、oh, ，OK，OK，、okay. okay, 就是另外一种快速的看谱，就马上唱出来。对，没有说什么嘛，因为你说 F 调，你说这个是 F 唱 ，F 唱那个 F 唱哆也可以，但是从这看这 B， 这个降号不是 B， 降号就是唱法，如果升号就唱 C， 如果是升号的话就唱 C。应该是说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的一个，对对对，通常是最后一个音。最后一个 B 的话唱，最后一个降号。你说如果有五个或者是三个升号，最后一个唱 C， 这个是你就不用数，不能可以。嘴巴这样讲，要操练的啦，还是要操练的，你要拿一首歌来操练，对，他们就会明白。光这样讲不行，可以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大家可以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吗？可以明白吗？啊、我再来操练一个啊，肯定要操练你们的，这光这样也不行。请翻到97页，也是教材97页哈、哦，97页，我对你的爱永不变，有几个升号？三个升号对吧？是升哪三个？发哆嗦对不对？发哆嗦，所以最后一个升号是什么？嗦，对不对？所以根据刚才大师兄的讲法，如果你要唱这首歌的话，那个嗦，如果变成一个音的话，那唱成西，对不对？这是他刚刚讲的。就是
一样的嘛 ，so 就 g 嘛 ，f c g 对呀、啊、，g 唱成 c 对不对？它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一个 A 调，对不对 ？A 调的话是 A 唱 do 嘛，所以在 A 调的里面 ，do A 唱 do re mi fa so la si， 那个 si 就是那个发抖嗦的嗦，就是那个声的那个，这就是声基嘛，就是声基。可以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这样讲是比较清楚一点。有没有人不清楚的不明白哈？好，我再解释一下哈。所以你看哈，一定要操练了。这可以擦掉吗？可以。好，好，其实说你看哈，这首歌我对你的爱永不变哈。然后再他只要给一个高音谱记号，然后他给一个发。发哆，然后给一个嗦，对不对？有三个升号，它是一个 A 大调，对不对 ？A 大调它有三个升号，但是最右边的这个，这是三个里面最后的一个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就是他说，因为在 A 调这个首调唱名法里面。我们现在讲的就是首调唱名法，在首调唱名法里面 ，OK，A 调唱哆 ，A 调要唱哆嘛 ，A 唱哆 ，A 的音唱哆。啊，然后你们上个礼拜不是都有弹过了吗？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，A 从 A 开始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你在琴上面一弹哆来咪发嗦拉西，那个西弹在哪里的 ？C sharp。在 G 下上面 ，A 唱多的话，那么 A 的哆来咪发嗦拉西 ，A 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对不对？它的 T 就是什么？它的 T 就是一个 G 下，它的 T 就是一个 G 下。Which is this？ 就是这个G小，是一样的，可以明白吗？所以关键就是在于，它是在有三个小的最右边的那一个，最右边的那一个，通常这是最后一个。同样的降号也是一样，降号也是一样。如果是一首降号的歌，最右边的那一个，一定是唱发。如果是升号的话，最右边那一个一定是唱 T， 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就是刚刚大师兄说的。可以明白吗？但是其实这个不用太记，因为如果你在参加我的跨师班哦，你根本连记都不用记。长江姐大概已经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你因为在跨师班里面，我们就是在唱这些东西，哦，所以为什么说？那个唱诗班里面，那这首歌，我们回到这首歌，我对你的爱永不变，它是什么？它是一个 A 大调，好，那第一排呢是没有字的，那是一个什么？它是一个前奏。接下来呢，你开了我的眼，怎么唱啊？第一个音你，第一个音是什么音啊？是 C sharp， 弹 C sharp， 对。然后你在琴上一弹，因为它是个 A 调，那么 C sharp 它应该唱成什么 ？A 唱多的话，那 C sharp 唱成什么？所以就变成
要跟我一起唱一遍，我们来一次啊。不要唱字，不要唱字，唱手调，唱民法，就是要你唱手调哈。我把这个前奏弹一遍啊。就是在这里，以后你看任何谱子你就会唱，任何谱子拿起来就可以唱，这就是我们做的事儿。好，我们的音乐事工就是致力于做这个事情，所以为什么我要开班，为什么我要开跨时班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好好，这是一首歌，然后这是一首六八拍子，六八拍子，你说海英老师，你刚刚介绍了十字架，那六八拍子还有那个还有很多，像我们有在敬拜团常常唱的，有人唱的那个我特别找了两个六八拍子的歌，一个是这个是六八拍子，还有就是十二八拍的哈，十二八拍的像是世界之光哦，还有活出爱，都是十二八拍的。好，然后还有什么九八拍的，我这边可能就没有了。但是就是说一样的，它都是一样的，这个理论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回到乐理自学指南的38页，刚刚讲了六八拍子，那么关于六八拍子的其他方面，最重要就是记住六八拍子怎么样不同于三四拍子。六八拍子每小节分为两部分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。